一八九四年提出竹墙北京，行过六十年的岁月。在一九五四年就提出新中山北京，再过行过六十年的时间。2022年推出中山新十三景，前后相连，呈现新风貌。青山绿水相映，正道重现法地图的风景，行业人间的仙境。天然经济的俯瞰，老器材一瞬重要风味的天然米粒佛相互辉映，展现出阿弥陀土秀的魄力。今天来到阿弥陀，阿弥陀香的阿弥陀老天然米粒佛是大家一天不乐的地方哦，行安尼向下凑山。来经过细毛布条条，天然米粒佛染，负重的石头，才慢慢就喊有福的行场中。不妨来看看负重新笔的右肩，感受老路当行场无穷容的旅游体验。阿弥陀佛有安到台部水库。在阿弥乡是关怀为主的水库，阿弥陀佛金色有美，佛身有翻新葡萄本就黑翻覆，列下有翻新四行插图，有山本就黑坐在从佛身水面看到佛光散色。五板墙接近阿弥陀佛水岸，老葡萄来行，远走的看看阿弥陀佛水中老佛岸丰富的自然生态。快到阿弥，然后你在有覆盖时间，日天就看到全世界体质高的米粒佛像，来到三门前两草两边米粒，打开双手，幸福的笑面，欢迎大家到来。在穿过快乐门、欢喜门、幸福门的当下，同时也得到最大的祝福，来到阿弥，日天而来感受一下哦。一条香炉葡萄，全长大约3500公尺，是阿弥陀佛翻覆葡萄。葡萄虽然没完全老夫威力看，但是翻覆葡萄这路的自然风光，非常适合旅客冰凉的来了散步，去四行茶，体验佛光散色的美景哦。该秘境讲是讲唔听，咱连富顺来行，走得到南海闸地面嘅景点水猫步吊桥，佮走得连接虚拟了休闲农业区老复兴路街。每到我咪嘅好心情，真嘅系冇办法用讲嘅。葡萄风光美好，享受佛光散色，眺望的富顺街美丽台佛，非常亲近，也推荐大家来了行了哦。